我真的照顾我家人的健康就从早餐开始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发挥很大的效果哈。哎，我早上就跟怡理一样，怡理是礼拜六礼拜天才打，对，礼拜六礼拜天才打那个蔬果精力汤，我是周一到周天周日每天。然后呢主食方面啊，我会买这个全麦面皮，我没有办法像我的朋友还自己做全麦面皮，那我就输了，我就去买全麦面皮回来。你要自己打一个蛋，那比如说你会注意到油量啊，然后你把面皮给放上去，或者我有的时候如果我喝豆浆，我就把面皮用那个电锅，像刚刚一样把它擦干净，然后就是放到那个电锅的底层，按一下它就跳起来，你可以两面都是这样，让它有点微温，然后有点湿润，然后我就把豌豆苗或者是其他的芽苗，然后加一点乳酪，加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什么尾鱼啊，或者其他的鱼都可以，蔬果 wrap 一样，对对对，然后把它卷起来，对对，里面还可以再卷一片海苔啊，很好吃，然后还可以弄一点，我自己常打杏仁酱芝麻酱，非常好吃啊。然后全麦馒头，我现在呢慢慢的，我以前都吃全麦吐司，可是后来我去做了很多 study， 发现原来吐司也有很多的油，很多的盐，它因为在做面的时候啊，而且它加工层次还比馒头多，对，所以我就会用馒头啊，你也可以夹个蛋啊，或者是抹个酱啊，来都很方便。好，或者是我也去买水煮鲔鱼罐头，可是呢我还要再加工，就是回来呢自己前一天晚上先把洋葱都剁碎了，洋葱丁混在一起，然后跟它混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就跟水煮鲔鱼混在一起，这样就减少一点油量，然后又增加一点那个口感，因为我们家每天都会有那个糙米饭嘛，五谷饭，所以包在饭团里面也很简单，又减掉，又有饱足感，又有饱足感，又有营养，又有维很多的 B 群，然后又减掉我们的剩饭的困扰，这是个很重要的，会把剩饭一直存下来，所以这就是我家快速早餐的方法。